大家好，我是刘贝老师。上个星期我去监考 UPSR 五天，结果太累了，星期五我就病倒了。而那一天呢，有一个同学因为呢他要离开了学校啊，那一天呢也是他在学校的 last day， 他就把一份小礼物呢通过郭老师呢转交到我的手上。好，这份就是他送的礼物。好，今天呢我将会做小小礼物的开箱活动。这边有一行字啦， Thank you Mr. Liu for teaching the noisiest class sexy thanks 九一啊，特别礼物 OK， 有我的样子，我蹦什么来的啊，好像又不像塑胶叉哦，好像什么来的，好像可以吃的，可以吃吗？我蹦什么可以吃的 OK， 就算可以吃呢我也不舍得吃啊 OK。好，这个是我刘贝老师 Mr. 刘贝的 YouTube 人头像 OK， 很惊喜 OK。 这个是我第一次收到有人用我的肖像呢来做的一个礼物。好，就我要谢谢这位同学 Joey。 好，祝你呢在深中的过程中 OK 加油 OK， 祝你前途似锦 OK， all the best in your future。 好，今天的开箱呢就到这里为止了，好，再见。